不但自己习文练武，更可贵的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杭州乃至浙江民间武术的发展。在他和杭州市其他武术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，杭州市武术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壮大到了2000多人。练武过程当中啊，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的趣闻，比如说我们练武过程当中往往有这种现象发生，练武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三大方面的趣闻，比如说一大方面，我们在练武的时候经常会有各地的爱好者跟我们进行切磋和交流。工作上中呢，我们是城管执法局，城管执法局呢它有个特点，就在执法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暴力抗法，而且经常会遇到拿刀的威胁的这种人啊。这种情况下呢，作为我呢有武术的基本功底，所以我的部下们啊，就是说特别遇到紧急情况之下，这叫我在，我的部下们的心里就感觉到很踏实。特别遇到这些暴力抗法的时候，我们有练过武的同志呢有基本功底，所以见到这些外观很嚣张这个很凶的人，作为我来讲呢，就是说实质上在我心中这个人充其量是外强这个内干的人，所以在执法过程当中呢，特别遇到这些拿刀拿枪呢，我会尽力的迎上去啊，那个把刀啊这些凶器啊把它夺下来，保证我们执法工作的正常进行啊。那么这种情况还是很多。那么还有方面呢，这我呢人老还心不老啊，这个我还会摔跤，像前几年像去年我还一个人摔5个小伙子啊，这我一个人要胜每一个小伙子胜他5跤，5个小伙子我要敬胜他们25跤。那么在摔的过程当中呢，小伙子们呢要拖住我，要千方百计的使我消耗体力，最后把我的体力消耗殆尽，然后赢我。那我呢要以最短的速度最快的时间赢他们每个人5跤。那么在场上摔跤的时候呢生龙活虎，回到家里呢这个浑身乏力，我爱人经常去讽刺我啊，说在场上摔跤嘛还只有18岁，回到家里面变成60岁了，不会动了啊。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雄心不泯，我现在还已经50岁的人了，我心里感觉到好几个人。2005年3月份开始，赵荣福和他的老师朱连芳集数十年练武的经验和体会，首创了全新的太极导引功法。太极导引功依据太极的通体清灵、中医学的阴阳平衡、经络学的通经和穴和中华养生学的引导吐纳等诸家理论，提出了外柔肢体内合气血的学练理论，并根据
培元固本、祛病强身的理念，设计编排了太极导引功五大类基本练习法。2005年3月，首先推出的阴阳平和功，强身健体效果非常好。短短一个月时间，学练武者超过300人。现已培养出教练员80多人，为下一步在全市推广打实了基础。学武那么多年来，我觉得学武育人、学武育德非常重要。当一个武师没有武德的话，还不如不练武术，因为他有一定的基本功夫，也有一定的武术基础。所以要是没有武德的话呢，把他学来去欺负弱小，或者说欺负邻里，这个以强凌弱，这个人呢就说总有一天将会被人民所淘汰。所以练武之人呢，首先要